大家好，这里是网易娱乐春节系列采访，我是主持人曹毅。那么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春晚的老朋友了，杨子同学。大家好，网易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子。我真的是老朋友了，还是第几次来春晚？第五次来春晚。第五次呢？我在后台见到什么老朋友？见到了很多我喜欢的朋友。比如？看到了小岳云、徐志胜。大家都说你社交很累，就是合作过的男演员都出现了各种啥的。其实我也不是社交悍匪，我只是真诚待人。就我挺好的，没有太就是一见面就哈哈哈，就是也是会有害羞嘛。然后就慢慢的大家性格都很好，所以就都处成了朋友。我听好多人都说喜欢看你的朋友圈。那咱们2022年啊，过去的一年有没有发生了特别好笑的朋友圈？有一次我拍戏的时候出门穿错鞋了，一只黑的，一只白的，然后我以为没有人拍我，结果好像很多代拍。然后回来的时候，收工还是一双黑的，一双白的。好，那我们再了解问一次啊，小叔子今天就是小叔子。没有，因为我现在没有留齐刘海，所以我就不戴。那现在包里面随身能掏出来东西是啥？我都没带包。啥都没带。可能我现在带最多就是纸巾。对。过去一年有磕什么冷门 CP 吗？听说你喜欢磕冷门的 CP。就是贾玲姐，因为我现在跟范丞丞拍戏嘛，然后我就，然后我前段时间又去客串玲姐的电影，我就，是这个就可能大数据他就知道你在跟谁聊天，他就会突然推给你很多他们视频，但生活中肯定都知道，就觉得是姐弟或者很，对，结果我看视频我都入迷了，我都会去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贾玲，他说你。什么脑子？我说谣言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剪在一起的。然后我们看到你的新作品是和陈慧娴合作的，杨九来，感觉怎么样？他很可爱，很幽默的一个男孩。你们两个性格都挺好，应该挺搭的。就是如何破冰？不需要破冰。对，就是没有太破冰，就大家一起拍戏，拍着拍着就特别好。过年还会收到红包是吗？我现在很多年没有收到。是我听说你是从高中开始就家里。对，可能最多我爸妈或者是很亲的亲人他们会转给我一些，但是基本上都没有。现在需要发出去的包多吗？多呀，多，从高中就开始发了。给朋友准备什么福利吗？就是工作人员。工作人员肯定都有，但是现在还没发呢，还没过年。就是实在的那种的，还是说是礼物的那种的？往年都是实在的。我懂。那过去一年有没有实现自己在演出时？就是去年说希望自己的戏能播出嘛，然后今天播了两个戏都还挺开心的。23年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大胆的尝试？如果有可能的话想自己去旅行吧。去哪儿？有计划过？没有计划过，就去个安全的地方。然后再给我们大家伙儿用北京话拜个年吧。其实我觉得北京话跟普通话差不多。对，祝大家吃嘛嘛香，好运连连，新年快乐。在前面。